在拍功夫之前，其实好久的时间都没有演戏了。58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像蛮20年。哇，那后来怎么会答应？好吧，那还是去演了。20年。其实讲良心话了，很多人想拍这个周星驰的戏，当然，那是我那么幸运的，我以为我在里面是开了飞，戏很少的，那我就说 OK 啊，那么久都没有拍戏，他就问我你会不会跳舞啊？我说跳什么舞啊？恰恰，我说我会啊，那这就马上叫那个陈国坤。陈国坤，对，就跟我跳，跳完舞，那你现在还会打功夫吗？我说我现在还会，我说就还行，还弄两下。你现在可以翻跟斗吗？我说现在我眼皮就会翻跟斗，翻白眼还可以，翻白眼到底，眼皮翻进来我就会翻。林秋小姐，听说在周星驰找你拍功夫之前，你已经是在当那个祖母了吗？阿嬷。对对对，有孙子了。是 是几个孙子？一个。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再回来演戏的意思？对对对。当时周星驰为什么一定要你出来演功夫？可能我的长相跟那个角色敏和吧。他有跟你讲说他要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吗？因为我平时我是坐那边就等我的师妹在试镜，我就站那等着很不耐烦的看着报纸，点一口烟就那么看那么看，他就看到后面，哎，我就是要这么样型。他是看到那个抽烟的那种感觉，对，看着我抽烟那个。所以周星驰是没有看过你以前演的电影吗？应该没有吧，我退休的时候他是刚刚出来吧。刚刚出来。王导演看过袁秋以前演的电影？有。什么？她是武行里面最名气最大的女武师。我不卡咁样，咁我以前即系我以前拍挂戏，即系唔得啊卡咁啊，唔系一个镜头落嘅。而家好兴噶，一个镜头。我唔知啊嘛，我廿几，即系廿几年拍戏，20年未拍过戏。咁点咧？咁我咪即系我都做啦，又叫我担住口烟，烟到我只眼咧就系系咁喊，一路喊一路喊咁。后屘剔咗19，唔收工都唔得啦，即系拍到天黑。后屘朝头早我自己一起身，我话导演啊，不如咁啊，照翻琴日咁，俾我嚟多一次。你最好啦，嗰次就唔知好唔好啊？即系导演话 OK， 咁俾你嚟多次。嗰个导演算唔算难相处咧？我又觉得唔难。哦，咁你又睇唔睇到佢點解同佢相處？呢啲就係個佢同佢之間兩個嘢啦。你睇唔睇到啦？你睇唔睇到啦？你當時 feel 唔 feel 到陣火藥味已經籠罩喺現場？冇啊。然後現場冇。即係私底下就開唔開？私底下都冇，我好尊重他。然之後，當尾升至去蒙面。蒙面，你夾夾。是在架车入面，咁咧我就要系冇声嘅，又唔使讲嘢，只系做一个手势啫。佢系要我模仿李小龙嗰度，我先系觉得好辛苦，因为我又要担住口烟咁。唔得啊！嗰个口唔得啊，死啦！唔系咁平啊，唔系咁啊，系。我而家担住口烟。当晚我教阿秋姐木嘴教咗几个钟头，点知最后系我变咗木嘴。其实他要求我真打他，因为什么？这场戏 NG 了3次。第一次，因为我听说周星驰很难相处。又怕他黑脸啊怎么样，就我就说我第一笑我就包租婆就小，就很小的很小很小地打下去，怎么知道呢就 NG。 他说我求求你呢，你干脆你一下子你大力点打我，我不用 NG 再要挨打。可是我是真的打下去了，因为有我本来就是好恨他，这一次给我逮着了，我还放你，我就真的你看没有配音的真的打下去，啪啪啪
就这么打下去，打到后面本来他不是跑的，后来我打到他太大力，他一路走一路走，自己脚对板跑过去了。本来我们是不是跑的，我还要打他的。哦，机器一直跟着拍过去的。